大家好，我是 YG500 昼夜预测。今天是3月22号。今天我们要来讲解一个异态经典。这两天有网友对我说，异态经典涨价了啊！我在去年的十月25号预测的异态经典，答案发在我的收费群里了啊，这个是频道上面没有啊，说预测的准确，涨价了啊。那时候预测是再涨15块到30块之间，那么这两天好像涨了13块吧，所以群里的小伙伴们说预测的还是比较准的，所以我今天再预测一下。这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啊，38块钱左右。那么我们来看。这个异态经典，在今后的一段时间，它是不是还会涨啊？第一条，主力资金已在大盘集结，需要时间进行冲刺。大家都听清楚了，听明白了啊？主力资金已经在大盘集结，需要时间进行冲刺，庄家也准备拉升价格，很快就会迎来上升期。第二条，这次不同于往常，有外部的第三方的力量刺激着现金流而导致的快速上升。我用红笔啊，很快就会。迎来价格的再次上升。啊，很快就会迎来价格的再次上升。建议大家抓住机会，理性投资。理性投资很重要啊。这个卦两句话的总结，价格将会很快的就会上升，建议大家抓住机会，理性投资。具体的细节发在我的收费群里面，什么时候涨，涨多少，发在我的收费群里面啊。如果你感兴趣的，可以加入我的收费群，这是我的微信号。加我的微信号啊，这个视频我们就讲解到这里。